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。林中尉撤离的时候，不幸被日本宪兵抓获，王远一个人势单力薄，只能远远看着。周志涛和邵氏把转移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送到前方，安全交给前来接应的武士手中，随后才返回营内住。木斋和桥本正在说话，青木过来报告说，这次抓捕行动失败了，人员已经逃跑。不过抓住了林奇轩的女儿林秋燕，木斋十分兴奋，当即命令桥本也陪着自己去监狱里面查看。林秋燕见到木斋后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，她发誓要将木斋碎尸万段。木斋把林秋燕交给青木和桥本，要求他们务必撬开林秋燕的嘴巴。秦军，您回来了。嗯，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看您出去这么久，怕您有什么事情。嗨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那就好，那你去忙吧，有事我叫你。你看着我干嘛呀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在北平的铁狮子胡同见过你。暗语是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在北平的铁狮子胡同见过你。那你为什么今天才想起来呢？早我也不知道啊。身手不错，见笑了。没想到第一次见你时候的一个小失误，还能被你记着。谁叫我是学经济的呢？很高兴能和你成为战友。我也是。人员都完全转移了吗？我们只是暂时躲避了码头的伏击。我们有人员伤亡吗？我撤离的时候还没有。那就好。走了，有事叫我。好。すぐに手配します。ならよろしく頼む。当然の職務です。報告します。捕まえたか。任務執行の軍刀特攻以外にさらに同時に三勢力に襲撃されました。結果を聞いているんだ。逃げられました。何バカ。はい、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。しかし。しかし何だ。林智主演の娘を捕まえました。林智主演の娘。はい、すでに憲兵隊の監獄に監禁しました。行くぞ。お前もだ。はい。
林小姐，没想到我们又见面。你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，是吗？比如？不用比如，是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。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。眼下，你还是考虑怎么才能活下去？那样，你才有机会亲手杀了我。我没有说过我要考虑怎么才能活下去，我只是说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你。我就在这里，你可以。跟你父亲多年交情的情分上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一切，我可以给你一个公平决斗的机会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亲手杀了我。我不需要你给机会。真的不需要？当然。你最好记住，我也不会给你机会。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青木。はい。橋本。はい。この女はお前らに任せた。はい。はい。怎么了？秋燕被抓了。你说什么？秋燕被抓了？那你他妈在这待着干什么？你别冲动！你别冲动！我让谁冲动的？这叫冲动吗？你给我闭嘴！闭嘴可以，等我走出秋燕以后，我一句话也不会在你面前说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冷静点！给我放开！我问你。你知道林秋燕被关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你去哪儿救她？那我也不能在这儿待着呀！难道我不想救她吗？难道只有你不想吗？让我们去吧。你不添乱了行吗？哎，不是，我们肯定能打听到秋燕姐关在哪儿的。对啊，你放心吧，这事包在我们身上。对啊。哟，吵什么呢？人命关天的事，你们也在这大包大揽吗？这不有你吗？对呀。像林女侠这种身份，现在只可能在两个地方。快说呀！哪儿啊？说呀。要不就在76号，要不就在宪兵队的大牢喽。这不等于没说吗？你说了吗？我刚才是没说，但是我们现在够了。
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在这打岔？我们没在打岔，我们在想办法呀。对呀，我们都在想办法，你着什么急？我们想办法，我们都别吵了。大家收拾一下，5分钟之后撤离。啊！我，你这是不相信秋妍？对呀，我们为什么？邵志伟，到。5分钟之后，带着小丸子他们转移到迈尔西爱路公寓。是，猫爷。 青雲、これでい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か。橋本君、どういうことだ。木斎閣下は死体が欲しいと言ってない。当たり前だ。しかし、分からないだろうな。このままでは死体以外に何も 得られないぞ。どういうことだ。こういう中国人には攻めていけ。攻める。どうやって。 気がかりなのか分かるときに人も亡くなった。分かった。牢屋へ連れて行け。はい。行きましょう。行くぞ。 进来。密码破译的怎么样了？这个还需要点时间。多派些人手，加大点力度。是。还有，选几个精干的人。今天午饭的时候，由你带队去搜查桥边的住所。明白，去吧。 我先去忙了。张行长，您看一下有问题吗？张行长，昨天我给您的储户登记册，您看了吗？我看了，正要找你聊这事儿呢。 没什么问题了，那您二位先忙。哎，昨天那个储户登记册，我觉得主要是人员已经安全转移了，太好了。有人员伤亡吗？没有阵亡人员，只有几个负伤的。林秋燕怎么样？她受伤吗？周队长那边好像没有人负伤。谢谢。
谢什么？谢谢你告诉我一好消息啊。走，老正兴，我请客。 特にないが、少しお前たちと話でもと思ってな。ああ。二人とも長きにわたり帝国事業への素晴らしい働き。 ご苦労だった。もったいないお言葉。帝国に尽力でき、我々は光栄です。それは当然の役目です。さあ、天皇陛下のために乾杯をしよう。 秦少校，好，怎么过去？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啊，秦牧军让我过去一趟，看样子挺急啊。是啊，昨天刚刚抓到一个女军统，秦牧军让我确认一下，看看是不是上次抓我的那个人。那您快去吧。好。 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与你无关。什么叫与我无关？那你告诉我，林秋燕跟你是什么关系？林秋燕她是我大学同学。就这些吗？要不是她家里出了变故，她早就是我的妻子了。那李云又怎么解释？那个时候，我一直以为秋燕和她的家人都被日本人杀了，所以明白了。 怪不得周队长特意嘱咐我，让我不要告诉你林秋燕被抓的消息。周队长还跟你说什么了？他们在积极组织营救，有具体方案吗？应该是有了，但具体情况我不清楚。那我能做点什么？没有你能做的，这件事情啊，你。
你无能为力，不可能。我一定能做点什么，我必须要把秋燕救出来。你冷静些。 宪兵队监狱吗？怎么？难道你还想飞进去不成？办法总会有的。从桥本的住所，我们搜查到了密码本，并根据密码成功破译了他上次发出的电文。正是上次。 您让我故意透露给桥本的那份名单，名单就是不破译，也已经能够坐实他了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可以知道他接下来要做什么。阁下英明，我相信这个桥本在林秋燕身上一定会有所动作。 丁三，你去监狱监听室里盯着，不要遗漏任何信号。是，奥基。嗨，四个看管给你带过来。嗨。哎，客官请。 下命令吧。这是我的行动路线和时间，接应的方式和地点也在里面。你离开后，即刻交给周志通。是。你明天一定不能离开银行，出这么大的事，如果你恰好不在的话，恐怕你也该撤离了。明白。保重。我会的。 林小姐，都考虑清楚了吧？考虑清楚了。林小姐果然是聪明人。那么，我们现在可以谈谈了吧？
先松开。不，林小姐这样，我更有安全感。哦，有什么话直说吧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注定不会活着离开中国。巴卡 ，OK。对我们尊敬的对手，要有礼貌。林小姐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待遇。可以。大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石原医师，现供职于关东军驻满洲防疫给水部队，他对人体的活体解剖非常有研究，我把他特意调过来，帮助审讯那些顽固分子。林小姐就是他的第一位客人。石原医生，你准备怎么招待林小姐呢？林小姐是阁下尊贵的客人，我会把最新的研究成果拿出来，请她笑容。好。针剂注射进静脉，会在几秒钟之内控制住人的大脑。林小姐，把自己的大脑交给别人控制，可是一件极其美妙的享受啊！起马。享受吧。
尋問ができます。小姐，你告诉我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異常あるとはありえない。ならさらに薬を増やせ。主者は最大20時間を置く必要があります。でないと大脳麻痺を起こし自分では呼吸できずに死亡する危険が。咖啡厅等他，你们收到出租的电令以后，请他立即跟我碰面。得嘞，锃亮了。谢谢先生，请把我的营救计划尽快转给老宋，我希望能够得到组长的批准。我会的，放心吧。但是在组织没有批准之前，你一定不能轻举妄动。放心吧，我不是一个没有组织观念的人。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你千万要冷静。
我实施将林秋叶带出监狱，请上海站和特别行动队再去青浦城关外上海方向3公里处接应我们撤离。用同样的密码给刘全回电，上海站及上海特别行动队会动用所有力量配合行动。是。 用专属密码给周志涛和上海站发报，听从古雅安排，掩护蝶龟。是。 周总说接到出租的指令后，让你去玫瑰咖啡厅与他碰面。 我于明日上午10时将林秋叶带出监狱，望你率部于海格路设伏，狙击跟踪之敌。去把志伟叫过来。是。 听从孤雁安排，掩护野龟。把地图拿来。你去通知上海站，让他们在海格路和白菜中路附近。 接获的，桥本宏发出的电文，还有重庆方面的回电。这个桥本还真有胆量，铤而走险啊！上海站和特别行动队配合行动。 你确定这份电报的内容准确无误吗？非常确定，就是根据桥本宏的密码本破译的。也许，我要成全桥本的胆色。 桥本带走林秋叶，我要用桥本和林秋叶这个诱饵，将上海站和军统特别行动队一网打尽。阁下英明，你们两个去安排吧。是，好。 喂，您好，赵行长吗？你说的那个投资方案。
会有些不同的意见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我想和你当面谈一下。可以，15分钟之后，我在你银行对面的咖啡厅等你。好。计划我仔细推敲了，无论是劫法场还是劫酋长，都过于冒险。是，我也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。可是我们根本无法进入宪兵队的监狱。这个方案暂时作为我们最后一种选择吧。好，我也会再考虑考虑，使这个方案更谨慎、更周全。军统方面应该也会设计一些营救方案，你应该多跟他们的人联系一下，来判断他们的方案是否可行。如果确实可行的话，我们可以全力配合。我跟他们沟通了，也申请加入他们的行动，可是他们拒绝了。只能继续争取。你的方案我会报给上级，但无论最后结果怎么样，都是一步险棋。明白。我希望尽快。国際閣下の命令を受け、忍獣園の尋問に来た。どうぞ。もう来ています。说吧，任务什么时候开始？今天上午。具体的营救方案是什么？你我都不用参加这次行动。我在问你具体的营救方案是什么？我再说一遍，你不用参加今天的行动。我必须参加。我命令你待在银行，哪儿都不许去。你凭什么命令我？我当然可以命令你。在这里，在东楚银行，你是我的助理，我是你的上司，明白吗？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那是我的事儿。你给我好好待在银行。如果有人问起我，我想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应对吧。閣下の予想通り、奴は危ない道を。なら計画通り行動しろ。是。はい。青木を呼んでこい。
上げろ。はい。林小姐，跟我走吧。木斋阁下有请。お待ちを。橋本さん、木斎閣下本人の電話なくしては林中園を連れ出せません。木斎閣下の命令を受けている。木斎閣下の命令であってもダメです。バカ野郎。すいません、これも任務です。おい、橋本さんの手に握られた閣下の命令書が見えないのか。しかし将軍の電話が。黙れ。橋本さん、彼は新人です。お許し願います。どうぞ。
这家伙的注意力。想得清楚，但他仍然有可能在沿途布置设防。明白。Thank you.
考えなかった。貴様、帝国を裏切れるのか。なぜだ。趁热几个弹壳，我麻烦你处理一下。成功了吗？成功了。有人员伤亡吗？有。带球员撤退的那个人牺牲了。什么？你认识他？橋本の検視方法です。真正的桥本红，在我们遇到这个假的桥本红之前，就应该已经牺牲了。那在他，那在他。Thank you.
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一定受了很多的苦。我睡了多久了？没多久，三个多小时。大家都睡了吗？没有，都在外边守着呢。走，我们出去。哎，姐，你再歇一会儿吧。不用了。姐，我想求你个事儿。说出来听听。我们也想出点力，和你们联手打鬼子。谢谢你们，但这事儿我说了不算。啊？哎，那这事儿周长官说了算吗？你说呢？姐，穿上。姐，要是是周长官说了算的话，那你就帮我们说说呗。为什么自己不去说啊？你就帮我们说说嘛。好吧，谢谢姐，走。秋月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大家辛苦了。啊，我们不辛苦。啊，是我们不辛苦，姐姐你辛苦了。对，林姐你受苦了。你听清楚没？那不是辛苦，那是受苦。是我说了，姐姐瘦了，辛苦了。你说你咋这么笨呢？啊，以你这个智商，还想跟着姐姐一块打鬼子啊？受苦。对不起，姐姐，你受苦了。受苦了。快坐吧。快坐吧。这是队长为你熬的鸡汤。谢谢。我们的那位同志，他叫刘全。刘全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我没事。外面情况怎么样？很平静。你喝点汤吧，要不都凉了。谢谢。其实应该说谢谢的是我们。从任务的开始，你的判断就是正确的，而且在危难关头，你又救了我们大家。是，要不是你及时出手，我们一旦进入码头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其实这都得益于张子墨及时提供的情报，也要谢谢你，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。谢谢姐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夸奖我呀。哎，对了，刚你现在是不是可以给周队长说一说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事儿？夏丸子他们想跟我们联手打鬼子。对对对对。周长官，我们几个一定会尽全力的。对。首先，我应该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。同时，我更高兴的是，你们愿意加入到抗日斗争的行列。我代表特别行动队，欢迎你们。你说真的？谢谢你，经理。行了，快都坐下吧，喝点茶。都是我们的油枪子弟。你喝点汤吧，我炖了半天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有一个问题实在是想问。你看你现在挺正常的一个小伙，
那以前你说话怎么总是这样？是啊，我也特别好奇。那是装的，在江湖上混久了，难免很多仇家。但我现在已经加入了你们，以后我可以堂堂正正做回真正的我了。哎呀，厉害呀、啊！来来来来，二蛋，以后有事找我，我帮。仿制的大批中储券将于近日内抵达上海。我认为单靠采购物资是很难消耗完这笔假钞的。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批假钞存入东储银行。有办法了吗？目前还没有。我想杀了木斋。我知道。谢谢。你是想现在就采取行动吗？是的。你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吗？永远没有最好，但现在是。如果不是呢？没有如果，我想一个人行。要是失败了呢？死的是我一个。我不同意。我退出你们。你太任性了。我加入你们的时候我就说过了，我为的就是报仇。你答应了，对吗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就当是我太任性了，还不行？是你救了我。是你让我有了为父母报仇的机会，但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了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我就一直跪在这儿，全当已经随父母去了。